因为我的这边很容易卡粉，所以我皮肤状况差的话，就会提前补保养。干净非常好，你就可以说会这么强起来，有些营养。每个人都散开在每一个地方。刚才擦完之后，我现在要擦这样，我的蜡遮瑕，我的上妆第一个步骤都是先擦一台遮瑕。这个遮瑕是比较偏粉偏纯，但是可以先把那个妆容先脱掉。只有这边其实不用上到，因为它还有剩下，剩下的我会拿来涂脖子，因为感觉比较辣，拍开比较好。就是压自己，很在意。变成雾，像自己原本的肤质，特别好。这我已经买很久了，这个 Natural Public 的 Republic， 但这个真的卖得很好，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在卖，然后又缺货。修容，我其实很看心情修。因为它有点太粗，我喜欢擦偏粉的，嘴巴很干，眼妆。睫毛呢，我都会等到最后才用画眼影，或画大地色的颜色，我都会擦中间这个，然后重要活动的时候才会用上。一起床就会一直打喷嚏的那种，不惨。现在就是眼线时间，但我觉得这个眼线比较大，我不太喜欢。睫毛呢？我刚用吹风机，它就会热热的，它会避免那个眼皮烫到。
服我就出门了。好的好的，嗯，我们直接约那个很随便，因为想说要约什么点，因为那边你先去拜拜吧，我们再想一下。但我还没，可是我都没写，因为我想说那要写得很详细，所以我就还没有认真想，所以没时间写。你昨天喝很多的痛晚哦？昨天差不多到快四点好像。好晚哦。因为我边拍影片边化妆，所以我现在进度大迟到。但是我们本来就没有确切的讲好时间，所以其实。拜月老就是可以来这边拜。